关了佢啦！我哋仲知道蒙哥系咪真系咁紧张嚟啫嘛？如果佢真系咁紧张，你点解佢而家开得咩？我冇事你咩？我冇事你咩？你哋有事啊？我哋买药啊！点解佢要埋我哋鸡啊？好烦啊！ 我想你食粥系食草啲啦，边有人好似你咁食粥啊？食粥咁大嘅声音，而家你边人都听到？喂，有细到大真系食粥嘅喎，真系。你嘢真系怪嘅，你食粥都咁快。要搵个咁肥嘅，只想问你啊。买啦。为什么你任何人都不能够说话呢？不是，我对食粥冇乜概念。咁你为什么要咁多嘢同食粥讲啊？咁人生系我父母啊，点同啫？佢又从小跟我长大。 那我呢？你啊，你是我第一个生的，你一个女孩吗？唔知乜嘢，跟我什么啊？你是喝粥？龙姐，点解你咁傻噶？你假扮我，你都睇唔出嚟。是啊，我就听咗你有事，我就已经咩都谂唔到啦。 但系你不是有水水啊？如果冇有啲船点算啊？你要听海啊？我真系心里在考虑。你要不要啊？要不要再买？唔系啊，我系问你愿唔愿意呢啲啊？真系噶。我家乡特产牛丸，你家乡的特产牛丸，好吃吗？你中意嘅话，我下次带你嚟见你。你家乡的特产真好吃。你干什么？你做咩咁紧张啊？有冇人要你嘅？ 我只想帮你接好佢啫嘛，系你先咁傻，讲呢啲嘢系好嘅啫。嚟，谢谢。唔该噶，太花呀！太花呀！好靓啊啲花，好平嘅咋，仲有系。等一等，姐姐讲过出嚟。够啦够啦，谢谢。好。你都想把真心话都买下嚟啊？你中意吗？ 我真系话得漂亮，都冇话想要。真系想要。其实啊，我想要嘅系金色的花。有咁色花？系啊，在这边从来没有见过，所以想要嘛。好啲嚟啊！有啊。 我唔明你嘅，无啦啦跟住走嚟个树，做咩啫？不如喺行山开间房住。叔叔夫妇，他们来不更好？傻傻过来，咱们可以干。买一个嚟，大斋，大光哥，拿些毒，来点来。没有，哎呀，有啊，没钱了，你等啊。站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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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啱啊！方老师，方老师，边个讲呢个就啱啱好到啦，好咗噶啦。阿肥仔。
哎呀！你们陈老爷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老朋友了嘛。方老师，方夫人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，请坐，不用客气，坐着的嘛，谁等你？哎，方老爷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别这样讲啊，这秦朝也是少年时期的嘛。 哇，想不到一别十几年，他都没有忘记当年我教他的第一招，可惜。哎呀，那是方老师当年教导有方啊。哎呀，唔敢唔敢，陈老爷家山有福嘅啫。啊，阿姐，你怎么了？孟青老师，你们我倒没事吧？孟青，没事没事，今晚一落水又受咗阵雨。唔系，我放心。 对了，方老师，刚才方夫人说你身体身体不敏感，可以去医生检查。受不得，受不得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回别人了吗？所以我先把大事给你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怎么，方老师真有这么多疾病吗？哦，那孟刚才孟哥出事要紧，你还那么大的风啊，只生，你怕是受凉了吧？ 啊，有关系噶，有关系。是，可能是吧。那真系过意不去了。石春啊，快去找我拿200两铁方老师，再拿些金银人出来啊！是老爷，哎呀，你走啦，老爷。石春，你不用这么客气吧？让方老师受这么多年疼痛折磨，真系过意不去呀。 方老师啊，如果你唔接受的话，我哋嘅心唔安乐噶。系咁都冇办法，陈老爷同你变方法啦，吓。嗯，冇错冇错，咁小弟就知不客气啦，啊。方老师，你当时匆匆离开花园，今日点解又去咗富办啊？哎呀，讲过嚟吓你啦，哎呀，哇，真系，嚟我呢边十几廿年都喺度做喺度兜，结果都系一事无成。 我哋唔接受，一定要带你做。哎呀，那就请陈老爷多多关照了。义不容辞，等孟姐放假回来，我一定百分之百为方老师接风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客气也有耶。孟姐一日就要两心啊，成日都要与你做夫妻啦。哎，孙老爷，明天就想考了，齐少爷有没有把握？一切我都不指望了。方老师有所不知啊，自从熊丽玲换咗以后啊，孟姐就变得傻傻戆戆咁样，说话都唔讲多句。这两年，今年啊，先至好翻啲咋。 啊，咁奇啦！怎么会这么怪呢？我老爷都咁认为啊，可能是舍不得你走啦。我们派人到，上来揾你哋啊，但是怎么找不着？哦，希望这次再见到方老师，我能够开窍就好了。希望，希望，希望。方老师。 一点小意思不能经意，这些都是我的功劳。该走了，该走了。石春，该走了。老爷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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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方老师，你们的功力都不一样。我呀，我经过托给小胡爷嘛，肯定就是你给他好处了。这件事都是孟吉闯的祸，把方老师传你弄翻了，行也得是了，我能不派人也？没规矩，怎么说他也是孟吉的老师啊？爹呀，你认为我成天针对孟吉？ 就算想把他这儿，我也这么说。那么多年来，我们大大小小赔了他多少银子，你算过没有？你整天打他急心转世，我说他是灾心转世才是。
如果我是你呀，早就出家了，免得拿累人一次又一次。住手！我做事自有分寸，你岂轮到你做主？你，我要亲自审你。 很高兴啊，这次的考试你们每个都合格，又是到了放假时间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但是，我希望你们要好好利用假期，不要荒废时间，因为明年你们有些人就要参加香港、岘港。陈梦吉，今年你考了第一名，其他同学要追上陈梦吉，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假期时间。 不要睡到日晒当午，好好的读书，可以偷懒。陈梦吉，你不可以教，多些鞭策自己，教兵必败，知道吗？大家要记住我的话，不好这个假期。好了，下课，再见。干嘛去？感觉很好吗？你干嘛抓着我的手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下课了吗？放暑假了。是啊，我各自都要回家了。是啊，假期是点不到。是啊，放就好了。 为什么？那就不用回家了。为什么？天天都想见。见到又怎么样啊？要死的是好多。金少爷，金少爷，金少爷，方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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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个方老师啊？你小时候住哪个？还没死吗？都在这被你弄到水里头了。那个就是方老师，就是他。哎呀，够大呀！哎呀。 哎，刚才我们今天我们看啊，我们这帮老师，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位美美小姐是我们少爷的小学同学，正确的商务同学。商务同学，哈哈，这个冰清玉洁的样子人呐。大师，你看啊，美猴，美猴，我想的是方老师，我想问问，你有那个金色的花，有花的吗？花的花头，你还喜欢？你一定要女朋友，不是我，是少爷。 因为他想握住美女的手，才有想不到借口去抓住他的手啊！你看怎么样？简单呢？大师，少爷，听我的，我们有你要去开一下，有没有摸到他的手？看着，啊！这怎么这么傻瓜？ 这个怕呢，要根据个办法去查，查出来查完的资料。跑！哈哈哈哈哈！别打你，别跑！跑啊跑啊！怎么跑啊？跑啊跑啊！沈金，沈金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沈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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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陈陈，少爷。 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原来是木匠，跟少爷，你这是你捡什么鬼啊？捡来捡去的，真是的。这个花金头钱开，用不同颜色的花来结晶，就可以种出不同颜色的花出来。我想试一下它种出金色的花来。少爷，你莫把我说好了，你捡来捡去，我就把这个梅。什么？ 这个没金子的话，这也叫去吗？我不难受，太好了，我就要早点泼冷水。我们放心的，我就睡觉去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应该好久了。天黑了，天光都黑了，没走了，没走着了。那你昨天搞的说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人都睡会儿嘛。 找了多久了？没多久啊！必须是，妹妹，妹妹，不要走啊！少爷，少爷，你干嘛呢？
先别走，我带你去。这边走，我带你去。过来，太远了。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哇，金色的花，金色的花，太美了。哎，别客气。好香啊！不过我的腿都不香了。没理由的。 都要养只猫，可能发育不良了。但我已经有了，可能发育不良。算了，那我们就这样分了。不想为着我的一己的私欲，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两个人一对猫。好吧。好。好香。好香啊！哎，是不是？我看过。你在干什么？没有。啊，有唯一多一点，要是发生不了了。 你好傻哦，你以为唯一现在都要自己家人，你就不能够到后头了？来走了，这么快啊？现在走不好了，你要走，你走了吧，再两天我挂起来了。再见啊！跟几天再见了，再见再见了。这，哎呀，妹妹，啊，怎么不急这么晚还不快呢？ 你急什么爷呀？今天不谈婚事，你先吃饭吧。阿姨，还要陪客人吃生意呢。生意的无所谓了，今晚不谈，明天谈了。哎呀，难得表嫂喜沉，等一会儿没关系的。老爷，幸会老哥，车里来了。老爷夫人，大少奶。阿姐，阿乐，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全家都在等着你呢。 我喺翻屋企啦，又唔翻屋企啦，我哋出去啊！我听唔清楚，我哋翻房先。哦，老爷，老爷夫人，要是我好咗，我食得饭未啊？佢先，我真系好想食啊！唔好啊！唔得啦，点解你净系挂住炒饭啊？啲餸唔啱胃口咩？如果唔啱，我嗌厨房煮嗰啲俾你食啊！ 不能，你话你要做，我梗系有，如果冇食过，哎呀，真系唔要我食嘛！你想食燕窝啊？我哋一齐整啊，先休息先啦。阿哥啊，大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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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啊
你说，少爷，你说，我骂你个病个病，对眼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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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以后还有几十年呢，你到底要自闭到多久啊？阿春，对的了，阿春，你从小就这样了，这一生都治不好的。咁有咩方法可以医佢个自闭？去大梁咯，大梁有好大夫吗？大梁有牛乳，大梁牛乳医自闭。阿少爷，你啱先同佢讲，你想见他？ 唔制，不行，我晕船啦！少爷，请你吃三杯。不行，我请你吃姜先，你先吃。帮帮忙！你咩啊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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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啊？你俾我烧咗，烧咩你？我俾你，不要中吗？还不是你咁受伤，比你还是真的惨啦！有什么理由啊？我已经这样中了，再让你不是更中？双胞胎啊，见到妹妹啊，就乜都抵。 终于来到大梁啦！少爷，你说话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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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后宫都有噶。咩好吗？唉，都从来只有人做奶妈，边有听过人做奶爸嘅啫？咁啊系，恭喜你啊，吉少，子少你中意咩我咧？中意飞到花园咧，我都带嚟啦。我点我嚟？我真系伟大，真是伟大。爱情嘅动力仲伟大啊！妹妹，动力哇！你让让，你让让，你让开，快住我！阿妹死啦！梦琪，张大姐啊！你班全部投机，梦琪，梦琪，我已经分手啦！这样啊，妹妹，妹妹，我记住你。你啊，喂，你话哥，有咩特价好难啊？猪王，呢度扶我起身先啦。你点解无端端走嚟大洋嘅？今日揾你，家产大洋。我仲以为你是来看我的，都有一点点，就一点点吗？我以为我们之间不说好有一场，你那么喜欢吃牛乳，改天我还要找人给你送去呢。现在可要真的有点考虑考虑了。不是啊，其实我呢，其实谁呀？我同你讲下先啫嘛，你咁认真，一啱牛丸啫嘛，我又点会咁小气喎？其实我都几好嘅。咩话？其实我想见到你。想咩啊？其实我好想见到你。真的嘅？我也是。真的？你有几想见到我啫？当然啦，除咗想你，仲想住我哋班同学。可能以前喺学校热闹惯啦，翻到屋企冷清清咁，一啲意思都冇啊！你有冇挂住班同学啊？有啲啦。你知唔知阮丽贤佢哋喺背后讲你同我啲乜嘢？知，如果唔系细啲都唔整鬼我。我本来以为俾佢哋开下玩笑，冇咩相干啫，而且一个二个全都是真嘅嘢。真嘅都唔错啊！其实在学习期间，我们都应该好好读书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嗱，孟嘉文，你今日系咪同我最后一班选手啊？系啊。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带你去玩玩好玩的东西。什么好玩的？喝西洋茶。西洋茶。来啊！妹妹，咩叫咖啡？咩叫什么叫红茶？咩叫什么叫牛排？咩叫猪排？咩叫奶茶？咩叫咖喱鸡？咩叫啫喱？死啦！点死啊？有冇要啲咩咧？试下呢个。好啊，要两杯西牛奶。喂，咩嚟食啲饭嘅？饮西牛茶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不过现在很流行啊，我们试下都冇妨啫。只大两牛啦，同西洋有咩分别啊？大兩牛魚一餅餅咁樣咁樣整杯嚟嘅，甜的，好好喝啊，甜甜的，你試過飲過？試試，嗯嗯，哦對，當然還是正宗的大兩牛乳好。真的？那待會在上飛機前，我帶你去買正宗的。祝你生日快樂！西洋的糕點真奇怪。做咩男人喺屋企啫？真系冇礼貌。望佢啫，近他。乜人懒得出？叫佢西洋蛋糕食个懒有嘢咁，佢自己叫个，叫个四层嘅，即系冇西洋蛋挞。送过去。好，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来来。我哋都冇做蛋。嗰个先生都送到嚟。哎，唔好意思啦，打搅两位啦。今日系我嘅生日，啲朋友为咗庆祝生日。不过蛋糕太大个啦，所以我谂住增加甜味，希望呢位小姐可以上面。小姐，在下王夫，你请教小姐嘅芳名。我哋萍水相逢，你唔需要知道我嘅名。萍水相逢本来就系缘分，更何况喺我生日嗰阵能够遇到你，更加系我嘅荣幸。梦琪，走，走啦。哎。一场误会啫，傅少爷，我帮你查看佢哋。咩唔出声啫？我都系唔想俾人作什么嘛。我唔中意你咁冲动啊！那把你的手给我。
做咩人俾隻手嚟喎？你以為打洋鬼要錫你禮貌，我錫你禮貌。人哋花有嘛，點同啫？哇！喺呢度咁，那麼多人走來走去，個個都過生日，個個都揾你一下，我不是吃虧？你邊有蝕底啊？我蝕底就真啦。我不想叫你吃虧嗎？係啦，有你喺度，我想蝕底都難啦。殘啦，我姐。呢個咪又咁靚好靚啊，你睇。是啊。 不如你买嚟做手信啦。好啊，反正陈红生人我都未买礼物，知唔知道？知道陈红啊？是我爹。你包起嚟。呢个白玉偏音咁靓，你爹一定要中意噶。阿爹生日快乐。好啦，我都唔识你屋企人嘅。介绍乜？你讲到好似双体咁，咪以为我系嫁唔出嘅老姑婆啊？但系有咗我人家，介绍俾你。我真系唔想嫁住嘅，我想多啲时间喺屋企服侍娘亲。 到啦，就是呢间牛肉面。弊啦，山东门点买到牛肉面咧？唔紧要啊，不用啦，我有啲。下次你嚟之前话我知，我买点俾你啊？咁系噶啦，一言为定。为定。哎呀，呢度铺开啦，你翻去要开噶啦，你再唔走，今晚就翻唔到去噶啦。开饭啦！ 快点来啊！快船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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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夫人，老小姐到啦。好，袁姐今日早。嗯。王公子。啊，老夫人，你上次要嘅布料已经准备好啦，你过嚟睇下。唔使急，唔使急，我今日专程带咗个客人嚟帮衬你嘅。哦，刘夫人，刘小姐。刘夫人。哎，乜系你啊？我真系有缘啊。妹妹，乜你识得王子嘅咩？ 是这样嘅，那天有班朋友帮我庆祝生日，刘小姐正好帮我庆祝。所以我请佢食咗嚿蛋糕啫。啊，原来系咁噶。那天匆匆忙忙，我都未见过介绍添。见过噶啦，既然系咁，佢哋拣中嘅布料，你就继承。当然当然啦，刘夫人，过嚟睇下我啲布料先啦。梁生，我想有啲嘢唔记得买，我出出去先。好吗？系啦，你去吧。 刘夫人，我哋嘅行李箱上等布料好靓嘅，你过嚟睇下。大少爷，夫少啊，外面嚟咗啲乞丐嚟啊，系咪叫佢哋走啊？他们也是被逼无奈，只要嚟乞食嘅啫。你帮我攞啲钱俾佢哋啦，仲有啊，天气咁冷，你帮我攞啲好用嘅碎布料送俾佢哋啊。你睇下，这位王子还挺善良的。哎呀，这是世上难见啦。 不过王爷没呀，和这个皇帝公子很般配呀，都给当对噶。不如你俾个平时八字我，等我赚翻啲钱嚟，你都好啊。这个帅爷，怎么？他仲未同人定亲嘅咩？王公子人这么好，我们对象当然拣择啲噶啦。挑挑拣拣，咁样啊？那倒也是哈。不过王公子的女，恐怕多配不上他呀。怎么会呀？我睇佢哋两个，郎才女貌啊，很相配啊。你考虑一下吧。 送走过这个村啊，就没那个店了。好吧，我回去跟我们老爷商量一下。你说的对，妹妹年纪都唔细，我哋都应该帮佢搵头好人家。
哎，人品好啊，样品又好，又有家世喎。如果我哋明明能够嫁到俾佢，真系几生生到。你睇，买礼饼又要攞钱，真系。哎呀，好甜蜜，搞价啦。你见人哋一二姐就话你呢度好果冻，会唔会冇掂啲啊？咁你真系唔好啫。我唔好，是我不信。因为咧，我就这么一个，我哋系得呢一粒卵，呢件事关系到佢终生幸福。我谂我考虑问题咧，系慎重啲好。 这倒也是，哎，不可能！人家见他一下，顺便考考他。嗯，搞不懂，这么想。好啊，一代壮王翻腾进就是我了，大家听说过吧？喂，大龙，小子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听说吧？我爸爸说的，我妈怎么说的？ 我妈说，我妈说，我妈不能睡觉，我妈就吓我，说喂，男进来了，吓得我马上钻进被窝里。喂，不能进，边位啊？谁啊？哎哎，你那是什么？听讲你是主人，是啊，什么事？你先去找朋友。我今晚我赶紧定情，你老板。哎，有什么事啊？那个，咁就好啦。我有事请你帮忙。 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方大姐，所谓朝廷不用我兵，你吃饱之后要帮我演翻一场好戏。放心啦，王公子，正所谓手眼欠财，替人消灾嘛。 我一定会撮合你这段良缘的，哎，给钱银子就可以了。好，去，这次我一定重重有赏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的，哇，这是很会吃的吧？说嘛，我从三岁开始整衣裳，五到刷牙，二四六用燕窝洗澡。太好了。 父亲，老陈风度咗。风度好，我这就去。喂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这样出去啊，还打扮一下嘛？哎，这些人在搞，你识乜嘢？好，喂喂喂喂喂，你不要穿上跟你们啊！嗯，细伯伯，你哋劳神劳力劳神辛苦啦，一路辛苦，我已经预备好酒店帮你哋洗脸噶啦。第二老街坊，我呀，这反而不好，我都好多年冇过嚟杭州呢边，太过分啦。 今日就啱推，我想趁势。啊，唔系，你有咩唔方便啊嘛？阿叔啊，你去酒楼啊，我哋有事要到。哎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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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
本来一心想同袍上朝，点解？怎么后来又变成上？有些话你有所不知嘅啦，我今日穿咗套原装，系早上留低嘅大业。可惜啲业飘零，家上家重早逝，贵狗袋单，但系手艺好啦。唔关事的，不过咁多年嚟，对于奉旨之书，我从来感慨万，有空间，我哋研究易经、读春秋、四书五经，仲算落空一二。 你这么好学，非常难得呀！多谢吧，请。阿王公子，你老师大伯也很喜欢，是做对的。想你们俩一定很投缘呢。有时间一定要向老师多多指教了。哎呀，我这八五爷都八十一了。哎，人一定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呀，怎么会不合时宜呢？王公子啊，王阳松，王公子。 那个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这个招牌吗？哎，对，搞完全完就是了呀。我想有时郭子是对联不对联的。对联，不应该有对联下联吗？怎么你怎么就上联又下联了？啊，当然要下联了。老三吧，请。哎呀，你搞什么木偶呀？请。 哎呀，老板，真好，真好！哎，老板，请看来。哎呀，王公子，王
我只系扮笨豆腐，还请老师老细伯多多见谅。如果我丧都系上个话，你又讲我真系对象？哎呀，又冇伯又冇子，你要指点江山所难啊！哎，老师话听唔听过嚟啊？ 这里有下联吗？收买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我已来就在蓦然回首处。有什么？你看，这牛肠松，你对病人说话。哎呀，对得非常不好啊！一表两才，不是？你相信我的眼光了吧？ 年纪轻轻的人有创造力，才华，真是太神难得。老爷，夫人，一切都由你做起。老爷，这事从。老爷，阿爹，阿娘，拜完山来了。是啊，我还求了一只小小天呢。咦，真灵啊！娘亲，你说什么呀？我都太明白。过来，坐下。杨勇，你说。 爹，你是刚才说的那门婚事，啊，就是上次我在朝中撞过王公子，你都是假的。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谁说你不嫁人的？我们来了，就是别考过他了，他很有才华。爹，你都说是一个好兄弟人呢，为什么要找人为我提亲呢？我不是为盲婚牙嫁的吗？王公子一表人才，是个难得的夫婿，又为人好，怎么能盲婚牙嫁呢？ 宋仲，你喜欢吗？老尼亚，你都答应人家了，你就答应了吧啊！我跟你的丈夫把我全给定了吗？你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以为是啊？你女儿，你怎么这么以为是啊？你女儿，你怎么这么以为是啊？我为什么不能考虑？总之，我不会嫁掉的。女儿。 奶奶，老爷的寿宴准备好了吗？菜菜巴巴的，鱼的寿宴到齐了吗？鱼也准备来了，寿宴我让师傅去买了，我看看这两个了，你知道啊？老爷子，你知道你老公吗？我知道，全身上下红纹都长成像红泥头吗？你放心吧，奶奶，我给你好人家给你了。有你打理这个家，我真的放心不过了。老爷，马上来。 哎呀，少爷，这里面有雷总啊！你干的，谁说？你的那小爷又去吃虫？少爷，我都话你，我要挨骂了。算了吧，他们两个，这两个孩子都准备来吃的啦。孟哥啦，你爹生下来就得了，你谁都没呀？阿娘，你放心吧，爹我爹喜欢的，我买了一个好玫瑰给他。哦，哎呀，真是好乖仔喽。 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！哎呀，你快起来吧！起来吧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大新嫂子，你吵什么？今天是老爷的大寿，一起来做点表面功夫好不好？我早买了一个金寿桃了。哎呀，别睡了你！这买了个赛龙啊，都买这苦了你的观音饼给他。金寿桃是真金的。 就是让他百年之后可以东西都是我们的了，所以我才会这样投资啊。你孟大意了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你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什么样？就算你送个金桃给他，也比不上傻二少爷送他一个橘子，知道吗？放心啦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今晚你就看好戏吧。有什么好戏？ 外面两个东方人，你们全都出去帮忙吧。哎，这条，好了，出去吧。
笑。招待不周，多喝几杯，几杯啊、来。你身上了，放心吧，放心啦，陈老爷，贤之才，仔咁聪明，文采又好，我可以肯定啊，下次帮佢啊，佢一定高中啊，不但帮助光耀耀祖啊，我哋全村也栽他的光啊。好，成你贵言，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就大家共饮三人，不醉不归。喜不喜欢？哦，金兽首头，好兆头啊！咁啊，家，你个份礼物咧？跟住嘢，余少爷，你咪啦，鱼姑来了。哇，观音啊！观音，大家看，这是我儿子给你送的观音。I'm sorry.